我是福建人。福建人。我是福建人。福建人。我是福建人。我是福建人。福建人。福建人。我是福建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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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福建人。我是福建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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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福建人。阿公十八岁的时候被抓壮丁到了台湾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他一直想再看一眼故乡福建的样子。观音、闽南语、鱼丸、南音、二一楼，这些零散的记忆在阿公的脑海中萦绕了50年。很多人都说阿公错了，离开了半个多世纪，故乡早已不是他想象的样子，他却总是微笑着摇摇头，说一直都是。公说，早先中原战乱，人们背井离乡来到这片蛮夷之地，这里山峦层叠，多华南虎。古时候虎又称为大虫，人们既恐惧又敬畏它，便称此地为闽。这里的一切总让我觉得陌生，却又历历在目。我曾无数次地想象你心中的故土河山是怎样的一个世界，可是冥冥中我似乎觉得自己与这片土地有着很深的关联，就像茶叶的脉络如此清晰明辨。
阿公，我到家了。皮阿上来，家飞来。家乡的饭有些黏，秋收的米还带有泥土气，客家的酿豆腐还没有吃过哎，不过米酒倒是不错。阿公啊，你总是碎碎念说，台湾的闽南语 QQ， 台湾的米不香，玉山的风怎么吹也是土楼门口的最透。阿公，台湾住了一辈子，满没有这土楼的好。为什么呢？我是福建人，是福建人，福建人，福建人，我是福建人，福建人，我是福建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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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